草蜢内地巡回首站呢日喺佛山举行，蔡一杰、蔡一智、苏志威三子继续享受舞台演出，三子加埋接近170岁有多，要连续跳唱170分钟，一啲都唔容易，真系为咗观众献出百分百嘅付出啊！向来注重身形嘅佢哋开 show 前做足操练，喺舞台跳到忙晒形之际，阿杰更加解开三楼透气，顺便 show 机。台下粉丝投入兴奋气氛之中，仲应草蜢嘅邀请，全场一起玩人浪，劲歌热舞，揭爆舞台啊！有一種全新，即係好新鮮嘅感覺啦！即係我自己就唱得好爽啦，由頭到尾都係好投入，好盡力去唱啦。你呢？所以我覺得第一站咧揀佛山，我哋係有眼光。喂，佛山嗰啲人直情熱情到咁樣樣，大佬，我連嗰個Andy 都濕曬啊，冧啊！即係我都話佢今日俾我哋一個強心針啊！咁佢因為佢嘅反應咧，令到我哋跟住落嚟嗰啲巡迴咧，其他場數啦，好有信心。同埋我哋今次係特別為咗佛山咧揀咗夜鳥呢隻歌，基本上我哋成個 tour 走咁耐啊，都冇唱過第一站。